怎么，盼着我在里面待一辈子？走，跟我回去。跟你回去？我是你什么人啊？我跟你回去？跟你回去干什么？给我治病啊！滚！少打扰我听戏的雅兴。你说什么？跟我回家，走。你他妈是不是有病啊？啊！我再说最后一次，我江月楼已经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各走各的路，互不相干。你要是再纠缠着我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滚！滚！